欢迎回来，《植物大战殭屍：花园战争二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獅。好，今天我们来挑战这一个了，披萨外送。对，第四个了，屋顶跑者。好，十个。哦，跳这么远啊！哦，好玩哦！哦，然后呢？啊！哦，这个超难玩的。哦，卡机了，哦，好难玩哦，这个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呀，哦，这个不好玩哦，哦，越来越难玩哦，再来多一次吧。好，我们来再看多一次吧。十二个，好，哦，跳过龙了，哦，不简单哦，超难跳，不简单啊，跳到了，哦，跳上去吧，卡机了。十一个，这边是十二个，还有个呢。哦，欠一点，哦，不简单哦，这个我连 B 都拿不到哎。好，一样，屋顶跑者。好，走吧，跳。我被跳得太高呢，到了哦，玫瑰哦，哇 S 哦，第一次就 S 喽，哇，直接就 S 哦，哦，超难玩哦，这个，好吧，我们过关了，不过已经失败很多次，就直接就 S 了，莫名其妙，哦，我们成功了，好吧，那这个叫什么了？我们继续看下。第几的？第四的那个屋顶跑者。好，就这样解决了，哦，不错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